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我有三首钢琴，每一首都不同。
尤其是学姐啊，因为她自己在园里有当代课老师，所以她也比较不方便讲。而且今天很奇怪，就是明明已经练得很熟很熟，然后看到谱，谱面就这样写，他也没有变，然后就，他就错了。我也觉得蛮奇怪的。然后左手很酸哦，左手一直这样压一压，我啷可以了？对啊，最后了，好不好？我准备一首给大家。乐器不一样，我很少吹这一支，那会多惨我啊，看着办。
所以，哎，进去了，快走，谢谢。